自从咱村当中的吴老夫子木西公重病以来，学生不但全数回笼，还多出不少。我的心情也随着经济收入增加以及女儿的到来为之一振。过去不顺畅的晦气也已经一扫而空。曰：时势之利，必有忧喜，如秋者焉，不如秋之好学也。好。和黄耀族据所住得近，所以两个人也走得近。他是一个放得开的人，吃喝玩乐样样都行，和他一道随性而坐，没有压力，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在逐步走向一条堕落的深渊。这是因为认不清，看不透自身所走的方向，何况有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玩在一道，像上了瘾似的。梅娟曾经规劝过我，而我最多只能守住两天，就忍不住要往外跑。用鬼迷心窍来形容，一点都不为过。梅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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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了好了，不错了，你爹回来了。我看看哟，哎呀，你好，拿开拿开，这个味道，真是的，好了，不过看，哎呦，这么多呀？怎么样？你这鱼呀，打得越来越多，篓子用得越来越大，真是的，够吃不？那么多，哪里吃得完呢？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哎呀，你宰下这么多鱼虾，吃多了也会腻的，太浪费了。好了，过过过过。就在年底，梅娟顺利地产下了一个女婴，连生两个女儿，不仅使我们更加怀念起他们俩的一对双胞哥哥。那一年是暖冬，腊月里只下了一场雪，师母和于平给梅香接到湖南去了，可能一住就得半年。过了年，正逢卯年，这回乡试又布置史司驻地改为北京府，因此年前年后我都加紧准备应考的功课，没有出过远门。梅娟还给我缝制两件新衣服，准备进京时穿得体面些。我们六个人约定同赴北京，待一切就绪，一过中旬我们就出发，如此相互也有个照顾。同时大家说好回城时可以绕道水路，沿着长江游览名胜古迹。这雪下的也太大，哎呦真漂亮。哎，你们记得是哪儿吗？咱那个这药谷知道吧？让杜兄记错路了吧？不会的，我还记得这有一座石桥呢。哎呀，这北方好冷啊，雪真漂亮。你记错路了吧？不会的不会的，我还记得这门口还有个石墩子呢。廖总走。哎呀，你要干什么？知道全知道你。还有多远呢？那就那儿。怎么样，气派吧？就是这儿。好气派呀。又不贵，这地方不错啊！哎，耀祖兄，快走！你是老马了，你得带路啊！好，没问题，走走走！太贵了啊！这里贵不贵啊？不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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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贵！多谢多谢。李安兄，嗯，跟广文他们约的什么时候吃饭？
啊，跟他们约好了，说等我们洗漱完了就到前面的酒楼等他们，人到齐了咱们就点菜吃饭。那家不便宜啊。哎呀，都跟人家说好了，既来之且安之嘛，反正仅此一餐而已嘛。哎，那咱们现在走啊。走，你们先过去啊，我这就来。好嘞，走走。不一样啊，工程就是不一样啊。哎，说好那应该怎么走来着？哪条路？这边。不对吧？是这边吧？这边吗？对。这边也过不去啊，没路了。不对呀、啊，前面看。对不起啊！哎呦，是我不好，伞抽到你了吧？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梁森兄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来了。谢谢，得吃公子喽。哎，您这京城人的消费可比咱县城高得多呀！啊，那还用说？您看，来，将来我科考中第，一定要做京官。你呀、啊，看起来聪明，其实呢，土蛋一个。京官要看做的是什么衙门、什么职位，弄不好连个纵七品位阶，调配个翰林院检讨，国子监的博士都没有。至于正品的官运啊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梁辰兄，你说我说对了。啊、哦，是。我呢，有个好县份分派，我就知足了。好县份，想得美！你想到了，别人就想不到。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只要是你想得到好的，早让别人给占了。没有点关系啊，是行不通的。当朝啊，做官的有几个不为自己的啊？有了好的职位，可以用巧取豪夺来形容，一点都不为过。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哪管什么仁义道德，是吧？哎，读书人啊，我觉得应该以社会、国家、人民为己任。所以从政者呢，应该经常醒悟，以历代开明有为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榜样啊。我们读孔孟荀子的书，师尧舜禹汤周武等圣贤的道，所为何故啊？为国为民以并为师尊也啊。我们都是读圣贤书的人，仅仅只为了几个蹦子儿，岂能不惭愧？林安兄，哎，我最怕你犯正经，你一正经起来啊，哎，就令我不寒而栗啊！我怕。有贵公子到，小二，给他们吃饭。来，喝酒。哎呀，哎，梁辰兄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没有啊，我在听你们说呢。不过哈、啊。既然来到这儿，人多耳也多，还是尽量少谈朝廷之事为妙。你错，今已非昔比了。听说当今圣上世宗皇帝自从将宦臣的势力削弱以后，不只是京师的东西两厂。哎，梁辰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一直盯着你，就对你一个人笑啊？啊！别胡说、啊！哎，这小娘子的曲儿唱得不错呀。嗯，梁辰兄，你的脸可泛红了。啊、嗯，大概是要进入桃花源了吧？啊！喝酒！哎，各位爷，哎，要结账了是吧？哎，不急，各位的账已经有人结算过了。啊？
你们看我干嘛呀？包厢里的老爷有请诸位爷一叙。好，包厢。我们素未谋面，敬谢不已吧。这，小二不用你了，我来请。哟，炫哦，冯炫兄啊啊！幸会幸会，大家好，很好，好好，我们这是来结伴考试的。哦，于都兄，别来无恙。托福。哎哎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华广文，乙酉年监生。哎，这位王拓文你认识吧？冯姐，华兄，在下冯炫，拓文。其他这你都认识了。好，都是同系同学，大家也就不说什么，到我的房间去叙叙啊。好，来，好，请。仁兄，冯先生，我们先走一步吧。我们先告退了。你呢，梁仁兄？急什么？再坐一会儿啊，再坐一会儿。走吧，余兄，留下吧，听上一曲再走。啊？不了。公子。您就再待一下如何？来，我来为凤仪姑娘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于公子，他的诗词那可都是第一哦。于少爷，小妾给您请安了。啊，公子是否可以为我题词？好吧。小二，李默。有啊，里面请。来来来来来，等等等等，哎，好好好，哎呀哎呀，好。我今天就借古人之便，赠送凤仪姑娘一首赞颂诗吧，还望姑娘不要嫌弃。来来来来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为公子研墨啊。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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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啊，对对，还是让凤仪姑娘来吧。嗯，您看看研墨都不一样。嗯，好。朱唇一点桃花音，素妆娇羞偏寄还，细看粉黛妙摘影，醉者莫许归巫山。好诗，好诗。余公子诗意深情，叫妾身不饮也醉也。好，公子听到就要做到，非醉不可。对啊，余都兄号良辰，是西蜀有名的才子，我看你们两个真是相配啊。来，有花方酌酒，无月不登楼。来，干一杯，诸位兄弟也来一起啊。诸位，你们看这样如何？
我们请姑娘为良辰兄表演一曲，怎么样？好啊！那我就再为公子表演一曲。好。良辰兄，莫非你忘了恩师？各位，良辰兄此次前来包袱很重，若他经常衣红尾翠、吟风弄月的话，恐怕有所不妥吧。我们先告辞了。啊，好，杜建兄，告辞了，告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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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诸位兄台，在下代席课业繁多，不敢懈怠，今后空闲之时再相聚。告辞，杜建兄，告辞。我从未接触过任何女人，跟我最亲的两个夫人就是梅娟和于萍。可是这次的接触却是另外决然不同的感受，心中若有所失，一时不能集中，有时舌干唇燥，这样的杂念纷纷，又如何面对大考呢？同行的六人因玩乐心中全数落地，平白浪费了这几年光阴。如果你意淫念头不除，心悸摇晃不能归位，之所以尚未发生荒谬之事，不过是欠缺邪缘相凑罢了。你若一旦身临其境，与之独处优势，你能把握得住坐怀不乱吗？你洋洋得意的自称终身无邪念，可对天地鬼神，你深夜凭栏思念淫念之事，你想欺骗谁呀？欺骗教养你兄妹的老夫子，驾驭你勤俭持家的妻子，或是自己的良心？十年过去了，县城里也陆续出了两名举人，为当初最被同乡看好的我，如今接连四次进士都与我无缘，志气都给消磨光了。35岁，梦想中的阖家欢乐，日子也过得上乘如意。十年来，梅娟又相继生了5个孩子，小儿子比较特别，眼肉食，天生的素态。更奇的是，他的左脚心上长着2颗痣，我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叫惠安，老四叫于敏。4岁了，天生就不搭理外界任何事情，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。去看了许多大夫也没用，我和梅娟对她简直束手无策，也只有随她去了。自幼即备尝飘零之苦，极其渴望美满家园，也曾用尽心力祈求永固，结果却是枉然。虽然往事历历在目，却是徒留记忆而已。如今幡然了悟，万事皆已定，浮生空白茫，逝者早已远去，留下的只不过是梦幻泡影罢了。抱歉，来迟了。不打紧，杨太兄，巧就好。来，坐。来，莫非一家老老小小又在玩老鹰捉小鸡？我看还是改玩别的吧。啊！我家的事儿你管得着？
哎，你们都去过赵谦的丧事？哦，我有事没去，他们都去祭拜了。可惜啊，临老才得重，知县还未做满十年就死在任上。要说也值了，啊！看看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五六十岁的人了，还在这里穷磨蹭，虚度光阴哦。提到赵兄啊，感慨颇多。人生苦短，所以于兄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刚才跟几位仁兄说了，有了赞成，有了反对。那说来我听听。是这样，我想我们几个同学能不能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组织或者社团？成立什么组织？你看啊，我们几个都是秀才出身，都是读书人，我想能不能我们在一起为乡亲百姓做点好事呢？这想法很好，不过恐怕难行啊。于兄，你反对这事儿？我不是反对，只是认为棘手，要从长计议啊。你看，我说吧，这首先就是钱，这经费总要有个来源吧。哎，这是行善事，谁宽裕啊，谁就多出点嘛，还怕老天的生死簿会写漏掉啊？话不是这样说的。我有建议啊，嗯，我们可不可以按股分配？按股，我们又不做盈利之事，何来认股之说呀？当然有利益啊，这老天有生死，有功过簿，这功过簿上记得多记得少，这不就是利益吗？此话差矣，那是下辈子的事情了。下辈子的事你现在不做要待何时啊？诸位诸位，我赞成林安兄的认股分配，总之我认为行善为人服务是件好事。那你们三位呢？我家人口多，要养家糊口，手头紧，我恐怕不行啊。广文兄，你家做五金生意，这钱财应该不成问题吧？这就因为我是做生意的，所以我就要考虑再三嘛，啊？云兄，我有意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做决定，得回去跟那人商量一下。我们余家三代单传，当年双胞儿子出生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能够解了这个紧箍咒，谁知道突然间就大地震，那间该死的木屋竟然倒了，女儿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啊，去年终于让我把这儿子给盼来。正是因为这个儿子得来不容易，所以这一年多来我从来没有让小慧安离开过我的视线。伟轩呐，我想这一胎咱们再生个儿子。我都快四十了还能再生吗？再说了，别说下一胎，就是这一胎呀，我也觉得身子是大不如以前了。近来李林安和陆允元那些同学啊，说是要成立一个什么组织，
怎么了？他们说，我们既然都是读书人，就应该有悲悯之心、仁爱之德，继而继承圣贤之道，应该是义务性的。怎么个义务法呀？帮人代写家书，代写一些状子，都是不收钱的。好啊，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很好的。好是好啊，可是需要捐钱呢。这个你不用担心的。是咱们家呀，孩子多，开销也大，不过还有些余钱可以捐出去的。再说了，你呢还可以教教书，我呀还能绣东西的嘛。我也有心做一些仁慈之事儿，可是过了那么多年的苦日子了，我真不想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就那么无缘无故的送出去。反正这个家是你在当家做主，不过我总觉得行善助人是积阴德的好事情啊，你说呢？行，就捐，反正这钱也是挣不完的。说到这个钱呢，我都说了多少回了，钱不要搁在家里头，要存在商号里，这样才是安全的。我们余家几代都是把钱放在家里，都没什么事儿，县城那么远又不方便。算了算了，月明，把慧安抱过来吧。哎，来了。筹组社团的工作展开了，成员除了黄耀祖之外几乎都参加了。华广文可能是被李林丹那句老天有本生死功过簿给唬住了，不但入股还认了十几股，我呢认了两股，是最基本最少量的捐助金额。好，谢谢大家推我为暂时的会手。哎，会手、啊、行。好，现在大家就决定来取个什么名字好不好。忙碌了几个月，社团正式成立，取名颇费功夫。自古以来，很多读书人为了传承圣贤的道理，济世度人，往往每个月有一定的日子，在适当的地点轮流开讲，如《孝经》《观帝绝世真经》《朱子治家格言》《文昌帝君应自文》等劝世劝善的书。我也因此而有所感动，建议效法文昌帝君的济世精神，最后大家同意采用我所提出的名称文昌社。接着就是寻找地点，在大家的努力不懈下，总算是弄出了点成果。是这吗？是这。你看这还是什么呀？啊，来你看看、哎、就这地方我觉得不错，这里还有这么两个石狮子，很气派，比前两天看得好。好，咱们看一看。来，文昌帝君于宿世中心敦五常，供奉三教，自行化他，唯欲止于至善功高德者。经过简单隆重的敬奉仪式后，宣读帝君济世主旨，
自利利他，自觉觉他的菩萨精神。文昌帝君俗称文曲星，是中国史上民间信仰最广泛、影响最为深远的神明。他因为住在人间，功名利禄，文运科名，故被广大文人儒士崇拜。虽然他是道教中一位重要的神祇，但并不是全人以道传播，而是以劝世广行因自，也就是知系业因果报之说，继而致力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。就如同观世音菩萨以32生应化人间，具有相似的博大精神。诸位同学，哎，这位是家父广文兄。好，见过冯员外。哎，你好你好，社长好。社长好。与元兄。哦，员外大人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拓文兄。员外大人。哦，年轻有为啊。为人兄。哦，您是个有学问的人。久仰久仰。林安兄。哎，元兄。这位是家父林安兄。学生有礼了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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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耀祖兄。这位是家父耀祖兄。伯父好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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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是。哎，玄儿，这是怎么了？他啊。故谚语有之曰，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，此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大学的这一段话里是说，要管理好家和家族，就要先修养自身。因为人对于自己亲爱的人会有偏爱，对于厌恶的人会有偏恨，对于敬畏的人会有偏向，对于同情的人会有偏心，对于轻视的人会有偏见。因此很少人能够看清自己所喜爱的人他的缺点，看到所厌恶的人他的优点。这就是没有修养好自身就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。你们懂了吗？懂了。方中奇，孔老夫子说这个道理是否是指人都拥有好恶自私自顾？不错，你观察得很细微。坐下。人有好恶就不能公平，自私乃物界的天性。我们往往以为自私可以获取利益，殊不知因为私心就将形成你争我夺混乱的世界。所以去除私心就可以减少好恶之心。你了解了吗？了解了，副长。好，下面还谁有问题？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课。文昌社正式展开运作，县太爷见成效不坏，应于而后每个月固定由县府支助文英3两，大家精神为之一振，也很用心地投入。首先定社规条例，人人要遵守。我们以劝世善术讲习为主，不辞辛劳，轮番地为县城人民解析修身治家的道理。文兄还没有到，这么大家去讲啊。诸位乡亲，于父子还没有到，我再给大家讲3国的故事。当阳桥前，张飞赶到，高叫：“四弟，不必惊慌，谋家在此，了也无妨。”了也无妨，让过赵云的人马。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。曹操忙问夏侯惇：“此黑脸大汉他是何人？”夏侯惇言道：“此乃张飞一莽撞人。”于兄，你下午讲的好啊。
《吕氏春秋》先几篇，凡事之本，必先济其身。诚其身者，天下诚；治其身者，天下治。为天下者，不于天下，于身。好，治国之本在齐家，齐家之本在修身，修身之本在诚意，诚意之本在致知，致知之本在格物。在座的谁人不知呢？李安兄夸奖了。这正与我下午所说的不谋而合呀。凡事之本就是根本，事是指事出世间的一切事。根本何在？根本就在至身。儒家也是如此说的，吕氏春秋上所讲的至身就是格物，格物致知，诚意修身，这是至本，就是至身嘛。哦，幸好下午我外出回来的迟了，否则我岂不是有抄袭之嫌？二更天了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诸位，又二更天了。可不是嘛，我有两天没有回家了。梁辰兄，今天晚上啊，又是咱们两个要夜宿舍里了。这几天呢，真是太累了，每天都忙到二更天。我家的五金生意啊，就要停办了。诸位仁兄，本人要打道回府了，明天清早啊，告辞。老小子，住得近，还要先走啊？你们可要知道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黄文兄，咱们也回吧。好，走吧。好，有劳你们二位了啊！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梁辰兄，梁辰在家吗？梁辰兄，哎，廖祖。哎，梁辰，好久不见啊。好，我们好长时间没钓鱼了，走钓鱼去。今儿不行啊。怎么？那人和孩子都出去了。嗯，家里没人。嗨，把门锁上就不得了吗？你看这时辰可不早了。我都答应他们了，要不改天。好吧，不勉强你，那我可先走了。明天没事过来啊。哎，哎，廖祖，等我，等我，哎，哎，梁辰兄，我看你们这文昌社搞得还真是不错呀，还行吧。反正几个人没什么事儿，就在一块聚一聚呗。嗯，好是挺好的，不过这得花钱呢。花不了多少钱。哎呀，每天花这么多时间金钱在不相干人的身上，哎呀，我看呐，我还不如多收一些学童呢。经过这几次的农民暴乱，朝廷的内部又党争，前年发了大水，很多人现在都很穷啊，尤其是咱们身处西蜀的这块边陲，应该说啊是一片萧然，教学收入啊只能说是勉强糊口罢了。再说我也不能相信你们所说的那些神话呀。神话？什么神话？我呀没有拜过什么文昌帝君。哎，不是照要通过提督学院考试成为楚生的吗？再说了，有多少拜过文昌帝君的人，哎，他科考不见得都能够包中啊。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那很多没有去拜过文昌帝君的也不一定都能够包中啊。所以啦，这天下事啊只能是靠自己。我是向来不相信什么迷信的。我也不相信迷信。廖祖，我觉得人生就应该有自己的舞台，
如果命中注定没有，就要自己去寻找，去创造。我就是在一直寻找着我的舞台。这么说吧，我一直对穷人都有同情心，这点咱俩不太一样。我是打小过苦日子过惯了的。哎，我到了，行了。哎，梁晨兄，我在考虑是否加入你们社团。好啊，行，那哪天到我们社里来吧。哎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好，这么着啊，回见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到里边详查一下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两个时辰前吧。你把银子放哪了？那儿。于老爷，嘿，别客气。总共丢了多少钱？50两。是银锭还是碎银？都有。30两碎银吧。记好了吗？签个字吧。夫妻辛苦近20年的积蓄就这样消失了，这个打击不可谓不大。我们也向县府官衙报了案，因为我是乡里秀才身份，衙门特别派了捕头亲自查案，每一处都侦查得很仔细。他们在草丛中寻到了破坏的锁，又在藏钱的砖墙里找出了两个手印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忧心忡忡，更感到心如死灰，担心全家大大小小8口要怎么生活呢。世事明如镜，前程暗似漆。梁晨，我知道你心情很难过。钱虽然丢了，但并没有丢失生命，更没有丢失人格。梁晨，你要知道，这个家还有孩子全都要靠你，所以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。魏娟，啊，苦了你了。我没事，你去上课吧。